冥想是对于生命的探索。在静谧的氛围中沉淀，专注于自然的产物。循着一抹茶香与内心深处进行一场品茗般的邂逅。魅影是你另一面的影子，面具代表着不同的设计灵魂，时而迷幻，时而真实，不同的手法交汇出一场场精彩的剧目，叙说居住者的生命故事，与其说是室内设计师，不如说是空间的舞者，设计情感，自然的关怀，乘以光影，舞动空间的变化，跳出一幕又一幕感人的画面。故事、碰触、沟通，与设计展开一段内心的对话。紧凑的舞蹈，充满灵魂中对设计的坚持，曲折及不坚持的热情。建材、作品都是感情的融入，诚实的面对内在，探索、找寻。生命原是不可预知的，早已超出想象，是无常，是哀伤，是美丽。而设计是一种很真实的行为，坦然面对自我，向大地致敬。设计自然共生，交织成令人难忘的家，这就是今生我所要探索的